Hello， 大家好。Another day, another new vlog. So, anyways, let me take a breakfast. 吃完早餐，是时候开始认真工作了。So 呢，在我的后面，就有我的电脑，我的 camera， 我要去 check 一下我的 YouTube channel 有什么问题，还有我的账号。所以呢，你可能会好奇我为什么要连接电视机呢？因为做完这个过后，我要用这个来看戏啦。然后我的 Apple TV 基本上是报销了，所以我就只可以用这种超烂的方法来这样子看电视机。OK， 好 ，Let's do it。不要偷看，这是商业机密。这个我的电脑基本上有一点瘦瘦的，因为没有声音，所以我的 job 就做不成，我的戏也没有得看，所以现在是非常的 boring。然后呢，等一下我会有一个又是小学朋友来拜访我，可是他应该没有这么早来，所以这段期间会非常非常的无聊。来，让我们来期待神圣的一刻，三年不见不是啦，其实是一年嘛，一年不见的杰哥要来了。他刚打电话讲他已经到公园了。哇！来，这又是新人物，没有看过。够了，走开！梅西十号杨立杰先生。So， 跟那么久没见的老朋友，当然是要合一张照片啦。所以我们就在这里取景，好不好？不方便露脸了啊！那真是的。First， 好嘞。相机这么多，特地为你而开。先啊，买个正常的位置。李姐，坐下。困扰了，这绝对是天生的。原来你有球啊！好了，我们拍照喽，一定帅的 ，better。Check this， 来坐好。我们一把枪，一个是哪一把？哇，样子帅一点。我只好一说。好僵硬，看到吗？那照片是不是很帅？相机坏了，拍了，拍一次就放手。原因？他承受不住啊。原因太不帅气。Definitely。不要，OK。你说是吗，杰哥？不是哦，我的频道绝对不会包含粗话的事情，暴力可能会有，就像这样。你的奶好像出水了。那杰哥要表演如何玩 Hidden 黄金 24K 滑板。大师是不是有点小错误了？知错能改善莫大焉，是不是？对呀，真的这样子玩的。我有一个朋友叫谢阿伦，他跟你很像，他也是这样子玩的，好吧？梅西十号，黄金24K 滑板。先生，你要去哪里？杰哥成功上到黑色的不明物体上面，黑色的不明物体上面了，而我呢，我站金色不明物体上面。喂！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事情？加油！现在是个非常无聊的下午点，我们决定打过去这组电话号码，聊他。那就我来学校那边那个
没有听我讲，学校那边正在呼叫。就那边就那边有一个。嘘。哦。你讲。Rana? Dengar Rana? Di? Hai? Halo, 不好意思，请问我可以订新洲米粉吗？你要不然你？那炒饭可以吗？不炒啦，有我这个客户来。Alright, 现在喊去，我们打第二组电话号码，这是我一个朋友的电话号码。Alright.就是叫我叫我印度话朋友，他就睡到你家。Hello， 请问是腾飞补习中心吗？我们决定炸掉你的补习中心，而且不会给你任何通知。你现在是这个。Part three， 我们再聊多一个。这是游杰哥扮演印度人。好呀，我们要一下子，要等他接通先。Hello。Hello， 这里是来自日本的一家公司，我想我可以跟你做一些询问吗？不好意思，打错电话。九九，等一下嘛，九九。恭喜你已经入境成为 VLive Channel 第16节。Dairy Record 的主角了。谁？舅舅，忘记我是谁了哈！去死啊你！喂，小姐，前几日您所订购的Alright, Part Four， 这是易烊游杰哥扮演印度人。为什么我是印度人？讲印度话，不要讲华文。哎呀，开心。叫什么名字？江俊宏，你知道？你一开始直接说江俊宏，然后过我就讲印度话。Hello。Hello。Macam? Hello。Yang mana? Telefon kan pastinya ada.你呢？你不能看照片啊！你呢？你呢？你不 ？Part five， 这是最后一个 number 了。等着，这我不懂是谁啊？我吵出来了。是谁啊？阿刚。啊啊！这是我们学校的基佬，女神，就讲他是男的。听说我是个专业的声优。Hello。不好意思，请问您订购的蛋糕已经在路上遗失了，请你到新加坡关卡领取。啊？请问你， Hello? 请问刚刚打电话来订飞机票是你吗？阿刚，有爱。OK， 好，我们打多一次给刚刚那个印度人的那个。So 呢，这次我们一样是 John Cena prank， all right。你拍什么啊？不用版权、啊。没有，不是我，你那个封面不用做。是哦，那我自己拍。Hello， 请问您是肖俊宏吗？我不是肖俊宏。Are you ready for this? And his name is John Cena。哒哒哒哒，哒哒哒哒。
哦。等一下，你哥就来敲门了。真的？你敲门了？我喉咙痛。我要睡。Illuminated Dogs 又来了。Hello Illuminated， 您迟到24分钟，小姐，所以来，请，请您自我介绍。小姐，要我再称呼你吗？小姐，小姐，我是一个非常优雅的男子，不要害怕，我是不会拒绝你的。我怀疑你会。我们出去户外拍摄，结果这个大哥很笨笨的，才滑板上面跌下来，结果你看他的脚。Oh my god！ 这样子，所以啊，什么叫男神？就经历过人家有创痛，还有一个男神。Oh my god！ 这个神呢，竟然怕洗伤口。快点！快点来！快洗到了，洗到了。走了，出去散步啊！喂，出去散步了。走了，走了。走了。搞一波，搞一波。走了。你不是很喜欢出去散步吗？来，冷静，冷静。冷静，冷静。哇，这就是哈士奇。要养的人请考虑哦。Yeah. Time to let the beast and the get out. Go close the door. 这很浪漫，这个很，这是个很温馨的画面。Oops， 这就不温馨，这就不温馨了。现在就陪杰哥来买水，然后我就牵着这只，不，牵着这只可爱的小狗。我们乖乖等杰哥买水 ，OK， 乖啊！哎，不要走，不要走！我们六号是奇的任务完成了，拜拜！等下煮晚餐给你吃哦。冷气！我们去吃晚餐了。涛涛，我们回家了，你要来迎接我，你今天。你就往上滑板的，我滑上去好了。OK， 你滑上去。My hidden golden board, and John will play the airboard on this street in the night. That's awesome. 整条街是我们买的。痛啊！爽哦！由于我们非常热非常渴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来油站买水喝了。莫名其妙变成我套。 OK， 那我就驾着这个 airboard 进去买水，然后呢那个员工看到我就用那种很奇怪的眼神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好嘞好嘞，终于回到来了。然后我们的杰哥多下要回了，所以他现在要叫 Uber。要帮 Uber 打广告哎，帮 Uber 打广告，我帮打多次广告。拜拜，拜拜，不要踩到狗屎哦。拜拜，拜拜。来祝你说完。哎，别说。杰哥回了，我要开始堕落了，去看一下我的狗饭。欢迎回家，小鸡。Hello， 喂喽，嘿。嘿，别吵。现在我们又去妈妈档吃宵夜，然后吃完这个人就要回家了。哇。好，不是你那个六岁，然后我爸会在妈妈档接他回家。送六岁小孩回家，他怕暗，所以要陪他进去。好了，拜拜。拜拜。我晚上在公园单杠。没有力啊，牙齿很饱。So 呢，各位，现在是清晨2:30了，我刚刚就在加字幕，不过
现在我不会加字幕，因为我已经很累了。然后我是叫他来我家陪我，他也是睡着了，所以我房间我弟弟他们也是睡了。So 无论如何，希望你喜欢我今天的 vlog。如果你喜欢我的 video， 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哟。我们下期见。